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在使用 Zoom 进行音乐教学或者上音乐课时，如何获得比较理想的声音效果。首先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标志，在左侧请选择音频一栏，请将自动调整麦克风音量勾掉。在这里请注意，软件一般默认的是笔记本电脑自带的麦克风，如果你是使用外接麦克风，请在连接麦克风之后，在这一栏里选择你的设备的名字。在此处，我的麦克风的名字是这个，请选择。在输入音量中，请将滑块拖至1/3或者1/4处，以使麦克风收集到音量适当的乐器或者人声。我们继续往下看，在降低背景噪音一栏中，请选择低这个选项，这个是软件内置的自动消除噪音的功能。选择低主要是为了防止软件将乐器或者人声中音量较小的音乐或者非语言的声音当作背景噪音去掉。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和专业音频中勾选启用原声这一项，并在这个菜单中继续勾选高保真音乐模式。在回声消除这一栏里，可以保持系统的默认的勾选状态即可。好，以上便是 Zoom 软件中的声音设置介绍，谢谢大家观看。